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国学新旅。今天分享的是，身边出现这些人，遇事好运到头了，发现了要果断远离。点个订阅，共同感悟。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模样，也都有自己的个性。有的人平易近人，有的人剑拔弩张，有的人乐观积极，有的人悲观消极。工作生活中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时间久了难免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，影响又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，关键在于你长期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。有人说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。负能量的人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一个人若想越来越好，一定要有选择性的结交朋友，尤其要记得远离那些满身负能量的人。请记得，不管任何时候，当你身边出现了总是喜欢抱怨的人时，一定记得不要挽留，而是尽快远离。抱怨是一种情绪，越积越多就会成为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是会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的。一个人一旦习惯了用抱怨的心态看待发生的一切，那么他只会看到事物的负面，总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于自己的不公平，长此以往越会让自己消极悲观下去。如果你的身边抱怨的人越积越多，那么最终你也会成为一个看待事物总是消极悲观的人，而且这种抱怨越积越多还会让自己产生厌世的心态。罗曼·罗兰说，只有把抱怨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力量，才是成功的保证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与其抱怨，不如转成积极向上的心态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心怀希望的人。打压你的人，作家张波在《高质量社交》中讲过一段话：人字，一撇一捺，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哲理。你是一撇，只有找到认可你、扶持你的一捺，才能站稳、立住。社交的意义，不是相互消耗，而在彼此赋能。远离打压你的人，接近欣赏你的人，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能量。美国作家亨利·克劳德说，真正的连接关系能调动你的心脏、思想、灵魂和热情，坏的连接关系却往往伴随着挑剔、打击、不满意和不支持。你连接到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人便造就你。好的关系给你滋养，坏的关系让你遭殃。学会筛选，及时远离，才不致在错误的圈子里沉沦。钢琴家肖邦很年轻的时候便展现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，但他却一直得不到身边人的肯定。有人处处泼他冷水，有人认为他火候欠缺，就连他请求最好的朋友联系剧场也被其讽刺拒绝。于是他果断远离家乡，开始周游欧洲各国。从波兰辗转到巴黎，肖邦遇上了当时的钢琴大师李斯特。两个人切磋一番后，李斯特对他的演奏惊叹不已。他敬佩肖邦的爵士才华，不仅给他鼓励，还专门为他在巴黎剧院里举办了一场演出。这场演出让肖邦一战成名，肖邦也在李斯特的推荐下结识了伯辽兹、瓦格纳等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此后几人经常一同出入音乐沙龙，探讨音乐创作。虽然流派不一，但却给肖邦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激励和帮助。圈里圈外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圈子修炼术。社交是个大圈子，套着无数个小圈子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做圈子、跳圈子、转圈子，与欣赏你的人结交，与同频的人同行，选择滋养型的圈层，在其中获取能量，完善自我。心机深重的人，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心机重的人，犹如遇到了变色龙。他们很会伪装自己，心机重的人与什么样的人交往，他就会让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，让人觉得他亲切，觉得他十分好相处。而且他还会装作自己非常聪明，非常有能力，以此来吸引其他人对他们的崇拜和信任。但实际上，这些人往往只是一些自以为是的骗子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和素质。与之合作后，他高大上的形象其实并不是无所不能，为了让别人信任他，他才会将自己打造成自己无所不能的姿态。
他可能会施展各种奉承、献殷勤等手段来获取你的信任，然后慢慢的将你操纵在自己的手中，甚至获取你的信任之后，开始利用你的资源，引导你投资，消耗你的金钱。心机重的人，无时无刻都在算计他人的资源和利益，在他的心中，别人只是他手中的棋子，而他则是掌控局面的玩家。李笑来曾经说过，心机深的人注定是孤独的，因为他们总是在想着如何占人便宜。与人相处时，如若遇到一些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人，他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气质，说话时总是不太真诚，让人觉得不可信任。这些人可能就是心机重的人。如果你周围有这样的人，你一定会感到很累很烦，和他们相处时，你总是需要小心翼翼，提防他的心思和阴谋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愉快。发现身边的人有心机时，要及时远离，不要试图去和他斗争或者改变他的想法，因为这往往会让你陷入到更深的泥沼中。你要做的是保持一颗真诚的心，与那些善良真实的人相处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利用你的人，人们常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又说道不同不相与谋。不管是职场上还是生活中，总有人天生不喜欢你，看你不顺眼，继而想要消耗你，找茬似的对你开展一轮又一轮的攻击。就拿办公室中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来说吧，一些专爱溜须拍马的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结成小圈子，不断排挤他人，以便让自己这种光说不做的行为以大行其道。因此他们常常一唱一和，专挑那些不是同道中人的人各种诋毁和打击。比如你对待工作兢兢业业，不遗余力完成任务，取得不俗业绩，他们就会说这是应该的，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怎么出来混。而后就算功劳跟他们沾不上边，他们也会东拉西扯，把自己说成是出谋划策、居功至伟的人，还恬不知耻到处去邀功请赏。比如大家一起去食堂用餐，恰好你的餐卡上没钱了，露出窘迫的神情时，他们马上就会对另一个也没有餐费的同事表示同情，并立即拿出自己的卡让对方尽管刷。两相对比，就差没有挑明一句话，真高兴见你如此落魄。至于在工作中相互配合，就更别指望了，他们除了变着花样拆台，就是对你吹胡子瞪眼睛，设置人为障碍，巴不得看你出错闹出笑话。这些人的行为就如同臭虫和苍蝇，成日嗡嗡嘤嘤，如果心绪备受其扰，非但不能将工作做好，还会因为怨恨而导致言行举止饱含怒气，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十分紧张，气氛也就变得压抑起来。人世间，钟周荣说过这样一段话，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，走得越远，认识的人越多，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，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，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。真心待我们的人从来不会变着法子消耗我们，他们心疼还来不及呢。所以面对那些想要消耗你的人，面对消耗你时间的人，学会拒绝，不浪费一分一秒，才是对生命的尊重，对自我的关怀。好高骛远，不实干，你与什么样的人为伍，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那些好高骛远不实干的人，嘴里永远都是做什么都比较轻松，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他们，而且眼里看不起小事，只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。如果有好几个爱吹牛的人在一起聊天，不管做什么都非常容易轻松，一旦真正去实践，结果什么都做不来。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会让自己无法踏实肯干，内心只会越来越浮躁，终究会让自己成为一事无成的人。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就是这样的人，其实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原本在一家饭店做厨师，每个月的收入还可以，但是自从他结交了一帮好高骛远的小伙伴，天天跟他吹嘘做什么来钱快，做什么可以挣大钱，随着交往越多，他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辞掉了工作，听人说开小吃店可以赚快钱，自己凑钱与人合伙开了一家，
每两个月的时间就关门了，然后听人说种药材比较赚钱，然后又包地种药材，结果又赔了。原本好好工作还有收入，之后非但没赚到钱，还四处借钱，跟他同龄的小伙伴都买车买房了，他却还要借钱生活。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一个人可以成功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，没有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做大事的能力，只有脚踏实地坚持去做一件事，才有机会做成大事。而且一旦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人出现，一定要告诉自己，这样的人不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，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，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，欢迎持续关注、点赞、订阅。